好啊，劇飛買港龍啊，兩間都係航空公司嚟噶，咁啊做嘅嘢係一樣噶嘛，咁啊自然就一定唔係 Letto 啦，Letto 係相似但不直接競爭啊嘛，唔相似唔係一樣嘅產品嚟，但係佢哋一樣嘅都係 airline 嚟噶嘛，咁啊然之後唔係 vertical 啦，因為佢哋都喺同一個生產嘅階段，就係提供個飛行服務啦，係完全一樣嘅。